集集休闲农业区。集集休闲农业区，一个有悠闲小镇风貌及古老铁道风光的休闲农业区，以集集为名，是为了凸显地方特色。集是集的古字，字形是三只鸟站在树上，意味着聚集的意思。不但有集集地名的历史沿革，也希望园区的游客不断聚集，带动休闲农业的发展。在集集适合以自行车作为旅游的交通工具，火车站前就有多家的脚踏车店，提供有各式的自行车租借。旅客从车站出发，可以先欣赏集集火车站沿革自日治时代的建筑风格，缅怀一下昔日的繁华岁月。921地震时，这个古老的火车站曾经震毁，重建之后，这里再度恢复生气，广场前永远游人如织。大伙儿或者在车站主建筑前捕捉那份复古的美感，或者搭上集集线火车，享受一下带着怀旧风味的铁道风光。接着可以到集集休闲农业区里的国家三级古迹明兴书院走走。明兴书院建于光绪八年，西元1882年，供奉有文昌帝君、智子先师、紫阳夫子等圣贤，为宫殿式建筑，散发着浓浓的思古幽情，是集集镇每年祭孔的地方，也是来品味老镇风情的最佳去处。接下来就可以越过集集镇市中心，前往集集蓝河堰。集集蓝河堰矗立在浊水溪上，是一座拦截浊水溪的大水坝，供应中南部地区农田灌溉饮水，隶属于六年国建的水利工程。蓝河堰的景致辽阔，宽广的浊水溪一望无际，在波光粼粼中浑然不觉时光的飞逝。蓝河堰的管理中心内部设有三处非常具有知识性的展示馆，分别是集集共同饮水馆、浊水溪馆、台湾水资源馆等设施，是兼具休闲与教育功能的场所，适合亲子一同来观赏。离开蓝河堰管理中心，附近还有一处开辟洪荒节国家一级古迹，位于集集大桥北岸思源亭左侧下方的大石上，是清朝同治13年（西元1875年）吴光亮驻扎集集堡办理开山抚番石所题，为八通关古道沿线三处乐石之一，苍劲有力的字迹，仿佛当年开拓者义无反顾的决心。缅怀过先人的轨迹之后，接下来可以到绿意盎然的绿色隧道，只见台十九线公路两旁樟树夹道成荫，枝叶茂密，左右交织成拱形，蔚为奇观。这就是台湾唯一的樟树绿色隧道。这些樟树据说都已经有60-70年的历史，是大自然的珍贵赏赐。集集休闲农业区里生产有丰富的各式农特产品，各个果园或农场的体验行程内容相当的丰富。蔬果盛产时的采果活动，不但可以让游客体验到从农的乐趣，也可以进一步获得农产耕作的知识。透过这种时令蔬果的现采与品尝，更拉近了游客与土地之间的距离。集集休闲农业区里有别具风味的地方特色餐，利用当地知名的香蕉、番茄、红龙果等食材，以地方小吃的手法研发出的山中传奇番茄料理、红龙果虾球、香茅烤鸡、
过猫手卷、双色养生山药，结合彩椒与香蕉的绝代双椒，最后再搭配一杯现榨的番茄汁，道道精致的菜色皆凸显出本区当季丰富且质高的农特产，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好滋味。火车票饼是很有集集特色的伴手礼，利用台铁车票一比一比例制作的火车票饼，刻上永保安康、追分成功等具有象征意义与代表性的字样，再结合集集特产香蕉、梅子、蓝莓、哈密瓜，开发出许多不同口味的火车票饼，是许多铁道迷的最爱。如同集所表达的聚集含义，集集休闲农业区聚集了多元化的产业文化休闲活动，适合各个年龄阶层的旅客一起来体验。